非常感谢各位，这款的热情哦，真是使人兴奋呐！因为难忘的今夜，今夜非常好的日子，但是有当时啊，就是讲哦，天公做人嘛，无啥偌公平啦吼。就昨咱廖文和先生是师弟啦，五洲的系统，咱家己的师弟。伊嘛足认真拍拼伫咧做戏，啊，特别互各位亲爱观众朋友欣赏，啊，特别互作为观众朋友的娱乐，结果该落大雨啊，非常的可惜。伊嘛是真正咱婚姻观真正出众的这个技术者。今仔日要来感谢各位评审委员啦吼，即专家。啊，咱的文化的专家，啊，甲艺术的专家，每年的比赛都是伫咱的五戏节吼。咱馆长也好，机关首长也好，也是讲各位的同仁啊，大家拢足无用，但是为了咱台湾的本土文化布袋戏呢，大家拢非常认真啊，出大力。出大钱来伫咧栽培着咱台湾的本土文化、布袋的艺术，所以有今仔日的台湾布袋戏伫国际市场会当甲各位，会当甲咱这个国际人士的来评定啦吼，来拼命比赛或者奖项，这完全是。感谢各位，咱这先进，咱这有气，认真打拼，伫咧发挥着咱台湾本土艺术的布袋戏。自从民国58年开始，小弟上电视之后了吼，纷纷议论有种种的议论，有好甲有歹，当然。每一件事拢总是有好甲有歹啦吼。干那我个师爷都李明国先生，四哦李明国先生，伊较早做过理事长，做过咱台湾地方戏剧协进会理事长哦。伊个功夫嘛真好，伫我个学生个中间吼，数一数二个功夫嘛真好，佫真巧，伊汉文读真侪真深。无论较大出戏，伊拢做有在来做。但是呢，伊伫开会中间哦，讲一句话啦，伊讲：先的啦，阮先的啦吼，阮先的黄俊雄先生吼，应该电视毋通做啦。这就是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啦吼。哇，讲了真有道理。讲哦，莫怪你伫咧做理事长，你讲这话。我嘛真甲你敬佩呢，但是你叫我电视卖做，我无可能。我的选择就是讲，我宁可啊，迄阵是我咧做理事长，宁可我理事长卖做，我要做电视，因为安那呢，我欠本省的观众朋友足济物件呢，伊甲我看已经看3个多月啊。到这个时阵来给中断，不是赚钱的问题，也不是我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问题啦。我解释给恁听啦，哦，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，你嘛是后起之秀，所以呢，对你来讲吼，我会感觉讲我足荣幸，会当收到这款徒弟。但是你今仔讲这句话，我分析给你听，你绝对对。伊讲叫我电视的钱卖赚。吼、哦，啊，予大家会布袋戏做较有人看。即句话你有研究过吗？你有思考过前后啦吼、哦？前后你拢有思考过吗？有可能吗？点点来，一点点啦。咱迄阵啊，都啊，省东部也是咱的主管。警备司令部也是咱的主管，警务处也是咱的主管，吼，教育部长，
咱的主管有八部啦，有八主管单位啦。八主管单位，我叫伊讲一个公道话，予我的学生听。安怎公道？你讲予听。恁遮拢先觉。哦，恁遮拢老先觉，拢都知影吼。第五个，国民党第五个，有一个谭先生啦，伊出来讲一个公道话，讲哎，李明国先生，你讲这句唔对。据我所知，报电视无上电视之前呐，拢装袂歹。如果你李明国先生哦，你伫咧做嘛真好，伫做戏台也好，做民间戏也好，拢真好。但是呢，报电视上电视了后，有较扯落，是安怎较扯落？因为电视的报电视是拢装出精华伫咧演。我曾经伫电视捌拍到六团，这六团歹势，迄种好朋友哦。第七团就是日本的，叫做哈哈乐园。这就是咱统一大公司给伊引进入来台湾，对袂？佮袂修理。统一讲哦，黄俊雄哦，伫咧台视请假呢，对唔？300万啦，哦，做两个月300万，引进哈哈乐园，就是佮即卖的这个李先生哦，伊所革新大头红啊，咱所谓的伫咧讲吼，讲个叫做 cosplay 啊，吼。讲个大头翁啊，头壳大粒，啊，身躯小小啊，300万请日本的富士电视台正请哦，伊伫富士电视台袂歹，来到地甲我对台，拢同时间甲我对台，我嘛是同款做苏彦文啊，因为苏彦文的戏出吼，啊，各位先进甲各位拢总看掉咧啊，所以你若甲中断吼，啊，咱对不起。咱良心未过，所以爱继续去做。结果哈哈乐园跟我对台16天，法庭部，伊家己法庭部统一来讲袂使，你跟我契约呢？两个月时间也袂够，你要甲我停步，安尼我要甲你发。嘿，日本日本也惊到啦，结果是艺人嘛，对唔？伊也毋是啥物政府机关啦。只是为了趁钱，才来咱台湾伫咧演布袋戏啊！所以啊，伊嘛较苦，拢甲做甲头，300万领来，倒等于日本。等于日本无讲啥物歹话，伊讲台湾的布袋戏实在是我的条件，我所有新闻的时候，很多的台湾的人有什么样呢？很多的哦，すごい，とてもすごい，都非常褒奖。伫个电视上嘛是安尼甲咱褒奖啦，啊是安怎安尼褒奖？偏偏是布袋戏嘛，啊你个大头翁啊，甲小身躯诶，嘛是新诶，对无？世界上新诶，伊即摆分析，即头家咧分析，台湾布袋戏有在来做三国演义，台湾诶布袋有在来做封神榜。台湾的布袋戏有做来做腔子牙，会当做六国志，每一出大戏出拢总有做来播，是台湾的布袋戏。而且呢，佫一个人伫咧演口白，一个人伫咧讲口白，剧本嘛是拢家己写较侪啦吼。吼、哦，一个日本人吼、哦，就好奇的，伊来台湾拢想要看布袋戏安尼啦吼。不、哦，这毋是分家规，这事事实实的代志啦吼。啊，因为生意人有生意人伊的考量，啊，咱啊教育家有教育家伊的看法，哦，拢总无相像，社会各界拢总是无同款的想法，啊，无同款的眼光，咱讲真嘞吼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呢，方才咱馆长所讲的话，啊，加只学者专家所讲的话，使我真感动，是微不足道，做100年来伫台湾。微不足道的布袋戏，就无人爱讲起布袋戏，无人爱看布袋戏的物件。今仔日伫这个社会，甲人有批评，会当甲日本、甲美国、甲德国的咖喱戏会当并驾齐驱，因拢总惊着，到底是安怎？这是时代潮流吗？放心，我甲各位报告。
时代潮流是绝对的啦，吼，这是生意人应该要去符合这个时代潮流，你才会赚钱。但是咱不是生意人，咱是一个艺术家，一个表演艺术的人。因为就是有下辈子嘛，认真伫咧研究，认真伫咧改革，认真伫咧推展，咱的政府伫咧给支持，伫给保护，啊，搁咧给推动。所以台湾的宝地，放心，各位妇女，我敢甲你保证，绝对会愈进步，绝对袂失败。尤其像阮囝啦吼，我即摆安尼毋是分家规拢讲事实的吼，阮囝。伊是讲伊个股票哦，千几啊亿啦吼！啊，做布袋戏人，你啊咧讲做股票无多，这是时代所趋啦。要无你要培养600多个员工是免怎做一个布袋戏呢？做培养600多个，我这个第四后生，伊个员工较少，嘛还阁107个啦吼、哦！啊，即摆我员工上少。我员工5个，歹势，这5个拢真华好，大家拢足厉害啦吼，会使做我的老师啦。所以我拄仔伫咧讲哦，迄艺术安怎安怎，伊替我讲，拢总因替我做，而且牙红啊啦，各方面吼，伊拢总练个足精纯的吼，真真正正就是会使你讲吼，是一个顶峰出击啊，顶峰出击的功夫。在我后面这五个正港的生活，等下吼，伊嘛写到卡手啊吼。啊，我即马要来演的是方才所说，就是苏彦文再现啦，苏彦文，因为伊甲庄稼人永远哦冤仇未了，伊甲庄稼人两个人的恩怨非常的深沉啦，无人知影的秘密非常多啊，所以。虽然我庄稼人这桩故事吼，那是无做个完结哦，安尼我对不起咱全国的观众朋友。啊，今仔日嘛是一段啦吼，一段演了啦，较不少的所在，请多多海涵，多多原谅，因为阮年岁嘛较侪啦吼，啊，所以哦，可能五大吼，中间吼什么较唔对的所在，请大家海涵原谅吼。啊，搁而且咱这个中间啊有要来插。唱歌，要来穿插唱歌是黄凤仪小姐，我的小路哦，黄凤仪，伊嘛介一个公司人哦，伫台北，哎，啊，佫有就是比赛冠军的有小金即、這个金金钟奖哦，有金钟奖的小姐啊，要来即个所在赞助，真好听，啊，佫一个烧声的吼，一歌王啊，要来赞助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希望各位再甲欣赏，多多指教。好，咱即马风云再起，苏彦文大战庄稼人，天雷国第五战，请。多谢各位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